这边斜面的四个花就织好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好，我们这边是最后一个那个搓板针的这个米黄色的这个织完了，然后我们再换这个藏青色的线织一个来回，总共是11个来回啊，11个来回，我们可以数一下嘛，你看一个、两个，然后这个一个花心是两个来回，一二三四。四就是8个来回，8个来回加这个一个两个，就是，10个，然后再织一个藏青色，就11个来回。有时候就是你有织其他的码数，像织11个来回呀、13个来回的时候，这个最外面的这一个，像我们织的这一款11个来回，这边到时候对应的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一开始织的这个浅绿色，然后有可能是这个黄色，两边不对称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你织的斜背的那个来回数不一样，不一定就是完全对称，两个颜色完全对称的，就是有可能是这边是这个颜色，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颜色，这个都没有织错啊，都是这样织的啊。不一定说非要就是完全织的一模一样的对称起来，就是，说那个这边是藏青，那边就一定要是藏青色，这个要看你织的码数。这一个藏青织一个来回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要收侧面了。好，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再反面织一行回来。